2015第三届台湾国际客家文化艺术季，林昭亮客家琴开幕典礼。首先，我们安排了由国立新竹教育大学音乐学系室内乐团所演奏的窗系列与学生群像，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新竹教育大学室内乐团的演员。
谢由本校音乐系室内乐团为我们的精心演奏的两首曲子。室内乐团是一群对音乐有热忱的同学所组成，他们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在琴房一起练习，才能演奏出如此优美的曲子。而这两首曲子是由本校苏凡林院长所谱曲，叶日松老师所作词，词曲中蕴含了浓浓的客家元素，也令人深深的感受到淳朴的客家风情。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他们今天非常成功的演出。接下来我们的第二场表演是客家创意服饰设计展演。我们今年特别邀请到实践大学高雄校区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时尚学系的所有的同学为我们担任舞台走秀。首先出场的是由邵淑平教授所设计的三套客家理念的服饰，我们欢迎他们。邵淑平老师对这服装的设计理念认为客家是个处处是家的族群，从垦拓迁移，本着刻苦耐劳的客家精神，无论迁移的环境如何险恶，都能幻化出绚烂的成果。本设计裙子只运用一块正方形布折叠成版型，就像客家最简单的风格，并采用客家委员会开发的客家花布，加上现在鲜艳的颜色，呈现斑斓亮丽的客家味设计了三套，它的系列服饰设计以市场性、实用性、舒适性为考量，灵感来自于美浓客家纸伞，运用五月雪、小童花印、棉布搭配元素，设计出它的细节，
展现客家传统精神，低调坚毅的个性，用来诠释客家重视教育的文风美德。教授为我们设计的服装，花园素子教授所设计的是主题为花间客影，一块布的设计灵感采用新开发客家印花布料，穿梭于客乡冰品，
珠为刘北岩教授所设计，主题为上机课，其设计理念是结合文化合成在地化，说明意象与文化在互动过程中依着时间空间意义不同交互相并接纳重组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文化跨越的文化。本设计借由文化跨越的概念转换服饰的设计，以超现实手法将西装外套拆解，并通过达达艺术中现成物再现的核心思想，并找出客家与服饰的元素，尝试将拆解西装与花布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没有边界、没有模糊、隐藏的时尚客语西装。
副主委钟万梅，林昭亮大师，林世凯小提琴家，孙于清文教处长，新竹市民政局长赖荣光局长特别代表市长出席，刘松岩书法家，何春元夫妇伉俪，配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宋志达董事长，温彩堂校友，李荣盛顾问，吴文雄顾问，吴月云顾问，宋金玲顾问，刘秀珍委员，徐振兴委员，徐德兴委员，谢美豪委员，李和同委员，刘美莲委员，潘前建委员，钟兆珍委员，吴桂堂委员，陈丽梅女士，黄瑞香委员，萧佩如委员，嘉义县客家委员协会赖理事长，嘉义县客家协会黄秘书，本校陈慧芳校长，本校文社院苏院长，贵宾致辞，我们邀请到客家委员会刘庆忠主任委员为我们致辞。时间，不过可以拖用点三十秒啊。不过等一下，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表达意见。最主要的，我这边要感谢新竹教大陈校长，还有我们苏院长，办理了我们第三届的台湾国际客家文化艺术季。用第三届啊，第四届、第五届这种动作是很危险的。佛教有一句话说啊。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那我们希望说，我们人来来往往。那去年我来过，今年我又来，不见得我明年一定来。但是今年大师来，去年大师也来，那明年大师不见得来。但是我们会希望客家文化祭永远在我们新竹教大持续的举行，好不好？好。新竹教大没有单独针对客家设立一个系所或者是学院，但是客委会会期待我们所有的大学校园都能够有客家文化的活动，让我们客家青年有机会
能够看见客家、接近客家、亲近客家、了解客家，甚至参与客家的各种活动。那我们希望找回今年能够传承客家，这样子我们客委会呢，在这方面，如果竹交大秉持了这种心，我们持续的来协助，那么能够持续的办理下去，不会是因为庄副主委是竹交大毕业的，也不会是因为温顾问是我们竹交大的校友，也不会是因为苏院长他是我们客委会的委员，而是因为客家文化要永远的进入到大学校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也很荣幸，我跟林大师呢在台上这个不能讲交锋啊，因为是有交谈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希望客家文化能够在地全球化，可以利用你在国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跟名声，把具有我们客家元素的音乐带到我们世界各角落。这不是我的梦想，绝对是你的梦想。祝今天的所有的活动，文化季的活动，那么能够顺利圆满成功。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各位老师，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主任委员为我们勉励，介绍客家创意服饰设计老师。首先介绍刘美莲教授，刘美莲教授现任实践大学高雄校区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专任助理教授，国立中山大学剧场与艺术学系兼任助理教授，客家委员会委员。非常谢谢刘教授为我们今天所设计的服装展示及他的团队，谢谢。接下来介绍邵淑平教授，现任实践大学高雄校区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专任讲师，谢谢。谢谢赵教授及他的团队。接下来介绍花园素子教授，花园素子教授现任实践大学高雄校区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经历日本势力短期大学讲师 BLS 有限公司总经理，实践大学高雄校区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助理教授，谢谢。谢谢教授及他的团队，谢谢。接下来我们介绍黄从信教授，黄教授现任实践大学高雄校区服饰设计与经营学系专任助理教授，第十届中华服饰学会常务理事。非常谢谢黄教授及他的团队。接下来介绍杨宜昌教授，现任实践大学文化创意学院时尚设计学系专任助理教授，中华智慧与节能材料学会理事。谢谢，谢谢教授及他的团队。贵宾开锣，诸位校长、各位贵宾、在座的贵宾、各位来宾还有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能够有机会回到我的老家新竹，我是光明新竹长大的一个人。我离开新竹已经有42年了，但是这还算是我的家，所以我有任何机会，我真的是珍惜每一次能够回到我的老家的机会，所以在此谢谢教育大学。
校长您的邀请，还有苏院长您的这个远见和您的这个想法，能够创成这个，不光是能够让我有古典音乐、莫扎特的音乐跟客家音乐做成一个对话，然后又回到这个我小时候来过这里学过音乐班的一个大学，然后这次能够我更高兴的能够请到我的高徒林世凯跟我同时上台一起演出，这是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是在海外巡回演出，每年要几十场下来，但是呢，我是最珍惜的就是能够回到我的老家，替各位新竹的观众有所这个演奏，看让他们共享我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希望这次跟科委会合作，这已经第三次了不光是以前在这个学校，但是科委会也请了陈建台作曲家写了一首客家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在国家音乐厅跟长荣交响乐团做首演，那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因为那时候我对客家的音乐还是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因为我要准备那个乐曲的演出的时候呢，我把客家的那种民谣歌曲都非常尽我的全力来做一个研究和了解，所以发觉这个文化尤其是用音乐上面的表现的时候非常有感情，所以让我非常感动，所以这次能够有这个客家音乐跟莫扎特的这个音乐做一个对话，对我来讲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能够到这边来，谢谢您的支持，然后希望明天晚上各位有机会到清华大学的校园去听我和其他音乐家跟林世凯一起演奏，所以希望我们有机会，我反正我再过几分钟之后我回来，我再跟各位再有个对话，所以我现在就不再多讲了，所以在此谢谢各位会和那个交易大学给我们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温彩棠校友为我们致辞。现在为止，新竹交大还差一里路，还没有组委，所以我们也希望陈校长继续办理国际客家文化艺术节，在座的后辈迟早有一天在陈校长的栽培之下，这一里路一定帮助把它实现。我今天为了登台这个两分钟，我做了半吊子的领队，为什么？因为苗栗客家文娱期的三周年庆，我一早带了台南的玲珑舞团到苗栗客家文化园区要参加三周年庆的演出，很可惜演出的时间跟本盛会重叠了，所以我把舞团带到那边就绕跑了。我之所以不敢在这里缺席，因为是对母校的感恩感动，特别是对陈校长、苏院长用心的连续三年策划办理这样的一个艺术季。我们知道一年比一年的盛大，国际大事也来了，在这里我要跟各位报告，陈校长不是客家人，但是比客家还更客家。会前我到他校长办公室，他特别推崇我们苏院长，所以苏院长是我们客家委员，我们以委员的顾问的立场也感到非常的荣耀。新竹教育大学这个指标性的做法，放眼国内
各大学院校是绝无仅有的。刚才诸位也提到，往后大学院校要更多的有正规的客家文化艺术的正式登堂入室的教导。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底层的国民中小学、高中、高职，甚至大学的音乐舞蹈艺术系所科班，正式能够把客家文化当成正规教育的绝无仅有。我们期盼主委在高层走动的时候，还有我们即将出任高教监察委员的我们副主委，往后在地方教育的巡查要提出严重的这个纠正，因为教育部对于我们客家欠缺公道。因为我在基层服务很久，发现文化行政单位、教育行政单位对于我们客家正规的能够登堂入室教导的绝无仅有。所以我们希望新竹教育大学的这指标性的做法能够作为我们客家文化计算幸福的起端，计算创造高峰的起端。这样子新竹教育大学举办国际客家文化艺术节，这个意义才更深远，影响力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扩大。在座的学弟们帮助我们实现，客委会还差一里路，主委就在你们身上，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温校友给我们的勉励。接下来请新竹市民政局长赖荣光局长代表市长为我们说几句勉励的话，谢谢。陈教授，啊，还有那个林老师哈，啊，各位贵宾啊，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客家的，很高兴今天有可以上台用客家话来问候大家。今天也非常高兴代表我们年轻的市长啊来到这边啊，最主要是要来感谢我们客家委员会，还有我们新竹教育大学以及我们的林大师哦，给新竹地区有这个机会，对客家文化艺术这一部分有这么大的这个响应，尤其是三年了，在这边要代表市政府来感谢大家。那也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刘主委也报告，我们这个年轻市长啊上任之后呢，尤其对我们这个主管客家事务的这个单位特别有提到，我们客家文化艺术除了我们的长辈参与之外，一定要着重在年轻人的参与。所以我们最近从过年以来啊，天穿日了，或者是我们的桐花季，我们都非常希望啊客家的年轻族群能够出来。那今天我们举办这个国际文化艺术节艺术季，我们市政府除了大力来做这方面的宣导之外，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呼吁我们竹苗地区的客家乡亲，我们客家年轻朋友多多来参与。最后我要祝福，也预祝我们这个客家文化艺术季能够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赖局长。贵宾开锣，
罗，金锣一响，国泰民安，风和畅。金锣二响，竹堑府城好地方。金锣三响，校园弦歌越声扬。我们邀请所有贵宾往台上移动。我们邀请实践大学所有的设计老师上台与我们合影，还有请到所有走秀同学。对，那么我们靠一下，对，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3:05，实施下一阶段梦想与激情与林昭亮大师对谈，请各位嘉宾可以稍作休息。那有需要如厕，那我们两旁有亲善大使将引导。如有媒体需要采访可以到司令台前，可以到舞台前，谢谢。创业家的年代，创业家依据自己独特的生命故事来抉择何种产品、人才、策略与组织。乔布斯凭借着大学时代对书法课里体验文化美感的冲击，产生激情，梦想制造一台可以排版自己文字作品的机器，因而创造出系列的产品。因为受到青少年的追捧，而让时势造就了短暂的英雄。这里面没有激情，就带不起梦想，更没有创造力了。创造力的起因必须有激情，必须有梦想。激情是梦想的基础，没有激情，任何梦想都不可能成真。记得童话式的日剧《101次的求婚》吗？那个痴情的中年男子，为了爱的激情，不断被拒，仍然不断求婚。如果没有激情，那个童话式的梦想能够达到吗？所以做人一定要常怀激情。首先，我们邀请到林昭亮大师来为我们主讲。再请我们的刘主委对谈，谢谢。
教育的重要性。我的小的时候呢，花了一年的时间到这个校园来上音乐课，我那时候才十岁。新竹那个时候在1969-70年左右没什么音乐活动，我要去听一个比较规模大一点的音乐会，必须要到台北去，所以能够在家里面的附近能够得到好的音乐教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记得我那一年，我妈妈开一个那个小摩托车从光复路上面绕，从清华校园旁边带着我到这个校园来上课，是我最兴奋最高兴的一个经验。每个周末迫不及待要到这个学校来学唱歌、合唱团、试读乐谱，这些都是我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得不到的知识，也不是我在家里面练琴能够得到的，跟其他小朋友一起读音乐、练习音乐、试唱这些活动的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能够有一个机会回到这个校园来，不光是有个亲切感，但是也有一个觉得有一个责任。台湾的这个音乐水准当然是从1970年之后大大生长，现在在国际性上面的地位也是非常可观，但是我总是觉得还是可以有更进步的余地。然后我是在1991年的时候到了我的母校茱莉亚音乐学院开始做小提琴老师，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在这个教育过程中看到几代的这个人才，不光是我同学那一代，后来几代都做成很成功的音乐家，或者是做成一个很满足的一个事业的发展，这是很令我安慰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每个人就说觉得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种感觉的家长当然是很多的，但是呢在这个成凤成龙的这个过程中，不见得是要做成下一个马悠悠或者下一个郎朗，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每个人的事业和个性的发展都不太一样。所以但是我一个老师的责任来讲，就是尽量能够培养他第一个对音乐上面的了解，第二个是对乐器上面的这个技巧的发展，然后第三个是呢对人生有时候更这个客观的了解。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做音乐活动的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要做什么样子的这个训练，像运动家一样，你要打网球、溜冰，你想去做个奥运选手，多小的时候就开始做训练，做音乐家是一样。所以因为这个很专业性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焦点是非常小，所以有些人就钻牛角钻进去说只要拉琴其他事情都不要做，但是我作为一个老师的责任说把他的眼光看得飘得更远一点。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做很成功的一个音乐家，但是成功的这个定位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一样所以我是尽量尽我的权利，不光是在我的学生上面给他们打好的基础，但是把他的人生观也能够矫正一点因为我在想，常常就说我目睹自己经过在音乐圈子里面的竞争力非常非常强然后前后浪推前浪，你稍微退步一点你就被推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竞争性很强的这种环境里面，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成功，但是最少要给这个学生最好的一些设备，让他能够做得到这个准备然后我现在眼光的飘回到我的祖国台湾来我一直觉得我如果能够在台湾有所贡献的话，这是一个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希望我的愿望之一。然后我7月还会回到新竹来演出，那是在新竹县的这个音乐厅，我会带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所主办的青少年
是对我来讲意义重大的一件活动，一个活动啊，因为这个电影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但是我请了一些最好的、最优秀的华籍，尤其是对台湾有关系的音乐家回来做老师，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钟陪这九十多个学生，教他们、陪他们练习、指点他们，然后跟乐团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站在旁边站四个小时陪这些学生们练习。他们的唯一的愿望就是跟我一样有个理想，就是说能够培养有更多对音乐有兴趣的孩子、年轻人。我跟所有的这个音乐营里面的学生，每次都是第一天跟他们要讲几句话。我劝他们说，也许你们在这个团里面，现在舞台上面九十多个年轻音乐家，也许是里面也许有十位，也许有二十位会走职业的音乐的路，啊，也许你们有机会会做成非常成功的演奏家，或者是你以后回来可以做国台教的团长，或者是做文化部的部长。但是你有这个经验，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然后我提醒他们说，你个人的练琴的过程，你练长笛，你练啊圆号、小提琴、大提琴都好，但是你是一个单独一个过程。音乐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过程，因为总是需要跟其他的人在一起。大概各位刚才看到我们开幕的时候，这个小乐团在这里听你们演奏，因为他们单独演出的时候他们是自己练琴，但是常常在舞台上面演出的时候是跟大家一起合作。这合作的时候呢，这个过程是跟一个人生很接近，就是说你看，我必须要强调这个 teamwork， 大家要一起合作才能有成就。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一个学校，不同的这个单位都需要努力。不是一个人单人去闯的话，很难做得出来有成功的表现，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实在是有限。所以我说，你们这几八十九十几个学生们，在这两个礼拜之内，也许你在技巧上面获得一些新的想法，然后你可以在国家音乐厅，觉得自己骄傲，能够上台去演出，一个很好的交代。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带回家去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你们怎么样跟其他人合作，才能够做出来最好的表现。这个 teamwork 啊，这个是一个概念，你不能忘掉。像我们即使说，好了，你做成一个鼎鼎大名的独奏家，但是你还是需要一个乐团来替你做伴奏，或者还是需要一个钢琴家替你做伴奏，总是需要一个人。不能再单独在舞台上面，但这是太枯燥了，所以总是要音乐圈子里面都是要合作。然后我们讲这个合作呢，就是不光是音乐，但是也是做人的一个精神。所以我就觉得教育活动在音乐上面开头的话，有很多很有意思、很妙的一些结果，让大家多多了解，不光是人生里面的这个发展重要性，但是能够了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能力影响到其他的人。所以我就是像我给你们一个例子，说啊，也许有一段音乐交响曲里面，也许乐曲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然后也许一连串的不同的乐器进来，也许是长笛开头，然后大提琴接手，然后又回到单簧管，然后到小喇叭。但是如果你中间有一个团员漏掉你的进来的地方，其他的音乐家在你之后就会倒掉，所以你自己的责任非常重大。你不能说你一个人藏在一个九十个人里面乐团里面，就好像可以再躲在那边不吭声，然后大家就不会注意到你会存在。但是你每个人都是知道你错的话，下个人全部都倒掉。所以这个啊，这个现象呢，希望就是给这些年轻人要了解，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总是需要跟其他的人光是有沟通，还有你要跟他有一个责任感。所以我这个人就觉得啊，我听到一些那个像国台教夏令营的这个团以前的团员，他们
会来跟他讲说，他们学到一个不光是一个乐趣无穷两个礼拜的经验，演奏和练习一些很美的交响曲，但是他们也学到一些对以后自己教育、自己的发展一些人生观。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让我这个很觉得自己的功劳是有一点收获的感觉。我希望每个在台湾长大的孩子都能够受到这种挑战啊，也许在家里面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啊，学校的环境设备什么老师们都非常好，但是你怎么样进入这个不光是台湾的社会里面，但是你要进入全世界的社会的话，你受到什么样子的地位，什么样子的成就，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把眼光抛得越远越好的一个现象。所以在音乐上面来讲是一个很小但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对不对？你可以在这里的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做有些成就的很有成就的这个表现，但是你可以或者是到世界的乐坛上面去做有更大的贡献。但是不管是在海外国内小的地方大的地方，但是只要你有贡献的话，这是已经有成就了啊。但是这个概念有时候对一个18、19岁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讲，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了解。但是我是尽我全力让他们知道啊，然后做成音乐。也许在刚才讲起这个体育家的发展，另外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你愿意去很努力的去练琴，如果你有才能的话，你练，你把你自己的音乐和你自己乐器好好练习的话，总是会有好的结果。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记得我父母亲每天说你一定要今天要练一个小时，你一定要练两个小时。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练琴，有时候觉得很烦，我宁愿出去打球啊。但是尤其是那个国家少棒队在清华的那个球场练球的时候，你知道我手多痒，想把琴抛下来去看他们练球。但是还好那时候很乖的在家里面练了琴，要不然今天没有这个在音乐上面的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就是因为知道自己努力的话就有个成就，这是一个从小就学来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现在就是以这个老师的身份呢，也鼓励自己的学生自己去发展。所以这个自动的这种心情也是要靠家长来培养。所以这个做一个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啊。所以像那个以前那个美国总统夫人 Hillary Clinton 嘛，他就说每个人就是 takes a village 啊，一个 support group 来帮你这个忙，一个人才能够有成长。所以今天我就跟各位很简单的谈一谈这个作为一个教育家的，以我的这个经验来跟大家讲一讲我的这个对教育上面的这个看法，还有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希望以后还是有这个机会回到教育大学来跟大家一起合作然后我希望回到新竹的这个老家来看看下一代的人才有什么样子的发展和他们的这个潜力是如何，这是对我来讲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林老师你好啊，这个还没讲话之前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我同事知道我今天要来这边啊，可以近距离的接近我们大使啊，所以呢他们呢要求我一定要在这个场合里面请我们神乎其技的手啊签个名要不然的话我下礼拜一说你没有签名回来不用进办公室所以我再拜托你签个名那个是电脑写的，我要你亲一下。哎，好，这个是我下礼拜一回办公室的通行证。谢谢你。我知道这个林大师呢，现在是音乐家啊，国际级的，他也是教育家，在培养后进。老子有句话说啊，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哦，那么一棵大树啊，也是从小小的这个幼苗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个幼苗要成为一棵大树，甚至是一个神木，有时候啊，有人说啊，它以后会不会是一棵神木啊？种下去那一刻就决定。